今仔继续来看这个金门的历史，一台战车，昨下晡到小金门，连拍枪的飞场，要登去野区的半路，载落残地火烧车，车顶两个官兵，一个死，一个受伤。这个中士林开强，因为正卡去有车跌掉咧，走袂离，不幸来殉职。林开强的家乡伫个高雄乌来的里长讲，这个27岁林开强志愿也签4年，本地拍算每年4月都要来退伍，想袂到发生这款遗憾的代志。早起军方嘛派人陪同林开强的家属，为高雄坐无人机赶到金门，要来处理后事。昨下晡，金门烈士战车兵车汽油漏出来，就咧着火。27岁驾驶刘武宏有受到轻伤，另外一个车长中士啊林开强和战车跌掉咧，我都逃生顺境。林开强的爸母甲因阿兄透早伫军方的陪同下，为高雄坐飞机赶到金门。伊的老爸老母穿乌衫，表情看起来真伤心。整个我们。国防部还有司令部的专案小组配合检调来厘清调查，待会也会跟家属说明，然后看他们的意愿，我们看是不是到事故现场，再做现场的说明。林开强家属再去到灵堂了，下晡会到烈士代志发生的地点去引魂。啊，那战车驾驶下属啊刘武宏，在军方的安排下转到台北三军总病院去治疗。后生国防部表示讲，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将配合检调调查代志发生原因。